三首是山之组合。好的，那我们一样呢，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试音人员，让他们可以稍作试音。活动进行到这边真的是辛苦大家了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，坚持到现在，怎么太激昂。接着呢，就要邀请到我们台北市中原客家重振会乡音活乐团，也是我们今天的示范班队哦，是我们今天的示范队伍，为你开启啊，带来三条后堂的影梦啦。第一条歌曲呢是我们的《弄诗》，第二首歌曲呢是《博腾花海》，第三首歌曲呢是《山之组合》。好，有看到一些新朋友、新面孔，尹正这边呢，再一次的提醒哦，你们阿伯条嘞，你可以不会公布成绩，也不会公布成绩，那成绩要到哪里看呢？还是噶做得送你特别是客家毕业毕业滚朋友在就做得查证的道理，可以到我们台北市的客家委员会的官方网站，您就可以查询得到喽。紧接着呢，就要来邀请到我们台北市中原客家重振会。好的，我们待会呢会带来三条精彩的歌曲，第一首是《弄诗》，第二首是《渤海豚欢》，第三首是《山之组曲》。皇家张老师会为各位带来 一系列精彩好听的歌曲。不好意思，哇，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带来的精彩演出。
个嘛，台式。